我来吃个手指糖吧。停停停，这是我的手指糖，你给我拿过来吧你。哼，那我吃个星星糖吧。停，这是妹妹的，你给我拿过来吧，是让你吃的。哼，那我吃这个软糖吧。给我拿过来，这也不是你的，这都是我的。吃，不怕，爸爸给你做棉花糖。棉花糖你会做吗？会，看着。我天哪，还做棉花糖？你做的棉花糖能吃吗？你能，只要小妹妹给我爸爸加油助力就行了。加油助力我看也做不成功，你也不会做。你看爸爸这里有三种口味的，有橙子口味的，有这个蓝莓口味的，还有这个草莓口味的，你喜欢哪种啊？好的，爸爸给你用这草莓口味的做棉花糖啊。草莓，我天哪，还倒在里面。然后呢，打开开关。对。哇。等着热了，怎么不出没出来呀？别紧张。肯定做不出来，我才不相信你爸爸能做出棉花糖来呢，一点都没有出来，我说是骗人的吧。等一下就行了。马上就出来了哦。小朋友们，把自己手心点亮，姐姐好点消失哟。出不来吧，出不来，别给他点啊，你看一就出不来。我的天哪，这啥玩意儿啊，怎么跟蜘蛛网一样，这能吃吗这个？能。天哪，你做的是什么呀这是，我看这一点也不好吃。哼，小朋友们啊，给我加油助力了，我给你们吃哟。我才不吃呢，我看都不能吃，我天哪，这么大。天哪，我天哪，哎呀，不动了，不动，好大呀你这棉花糖，也不是，想吃我也不给你，我才不吃呢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吃呢，装不动了这个，我天哪，我看能吃吗？做好了。